主料年糕500克，包菜400克，辅料花生米、香肠、细盐、料酒、鸡精、色拉油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30分钟到1小时。热锅加油，入鸡蛋煎至蛋液凝固，加入年糕，加入包菜，炒至年糕变软，踩微熟，加入适量料酒提鲜，加入适量细盐提味，炒至均匀入味，加入香肠快通炒至入味，关火加入鸡精，再加入花生米即可。一份混搭花生米火腿炒年糕完成。烹饪技巧，也要分散下锅，炒制的主食要注意盐的用量及分布，不要太集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